若曦。还珠格格的翻拍猜测越来越无厘头，专家 PK 专家，让无厘头变得有理由。首先我们就来听听关于还珠格格翻拍仪式的专家之言。问题一，已经确定翻拍的还珠格格谁是小燕子？网上目前报道的这个快男超女啊，包括流星雨的主角啊，应该来讲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啊。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个郑爽，因为我感觉她出演流星雨这个非常成功，而且也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演绎的功底吧，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啊。但最后是不是她，应该可能要一个是要听取，还要听取观众们的意见，因为听取琼瑶老师的意见，还有这个就是导演啊这个各个方面的意见。我们可能还会通过这个网络的选拔呀，通过一些节目来寻找这个最适合演出小燕子和其他演员的这些人选出来。专家之言具有专业的建设意义，另一个专家之言同样不可小视。观点一，力挺张涵郑爽刘星组合。观点二，力挺张铁林继续皇阿玛。观点三，力挺汪涵谢娜主持阵容。问题二，汪涵真的会演五阿哥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吧，因为这个戏呢，可能因为它的长度决定了它可能要花费相当的时间，所以这个参加的演员一定是要精力啊非常投入。因为目前我感觉汪涵他的这个目前在台里面处在一个挑大梁的位置，他可能主要的精力还是会放在主持上面啊。当然不排除于汪涵将来这个我们邀请他来客串角色的可能性，我相信还是有的。搜索网络，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人人都是专家，每个专家都是编剧。在专家的策划里，观点一，还珠格格干脆学建国大业，所有的快男快女们都登场吧。观点二，新还珠格格需增加潜伏情节，让小燕子变成女版的余则成吧。观点三，请琼瑶阿姨迎合90后，少一点眼泪流。